今天这样说我骂我，你也不能说嘛，男人说话是爱。不要这么不要脸，你是不是傻？我喜欢你，你也不看你是什么样子，我不可能喜欢你这样的。夏柳，你要是不喜欢我，那你天天这么针对我，说我，你心眼怎么那么坏呢？我又没招你惹你，是我家是穷了点，你家有钱行了吧？至于吗？好歹也是个同学呀。我就是有钱，我就是看不起你这样农村来的穷小子。怎么不服呀？不服你打我呀？看你这窝囊的样子，看见我就来气。别人都说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，咱这才三年，没给你亲，就你这样的还亲戚亲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学校里连个朋友都没有，自己在那里玩狗尾巴草，你怎么不思考一下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穷，你懂吗？穷。那你看不起我，你过来就好了，为什么非要骂我一顿呢？我想，我看见你我就想骂你，怎么了？大柳，过期少年小姐。我的天哪！哎，那我就等你以后你钱。还有啊，跟你这样的，这几辈子。树啊，谁给你种？哼，他们就应该的。我们给钱，他们干活，怎么了？你懂什么？你个小农民工，职业不分高低贵贱。不分高低贵贱，那也得分上下中等。上中下等，农民工就活该是吧？农民工就该被人看不起。我告诉你，下了。没有农民工，你们都得喝西北风。胡说
子，你跟谁套套呢？你跟谁俩呢？就你这样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分分钟开除你。还跟我套套，可是你脸了。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种地的呗，还能干什么呀？要不然就搬砖的。看你这样子，还能干什么？下流啊！我以为五年不见你不会胖，没想到你这张嘴是越来越毒了。怎么这么不饶人呢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听说过吗？过期少年穷，这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脸色的地方，你有什么脸色的地方？下流。嘴巴，我小心点，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滚。吃不了兜着滚，下流。我告诉你吧，其实我是万豪的董事，怎么说也身价上亿了。这片公园就是我开发的，这只是其中一个。就那片树林全死了，我正想找人问问，问了半天，原来是你偷的货。不是。是吧，我知道你亲生我当年天天对你怎么骂，可是你不觉得你这个牛吹大了吗？我有必要骗你吗？有没有必要我不知道，你这样人呀、啊、我见多了，只会吹牛，没点本事。行啊，下流，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爱我的老婆。看小莲。哎，董事长，你接的那批货是那个叫下柳的人送来的吧？嗯，对的，董事长。把他说好，不要来，全部退掉。好的，董事长。过来的全部退掉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安排。装完了。装完了。还有什么话要说呀？没有的话我就走了，我可不想在这里给你浪费时间。批货我可以给你退嘛，合作这么长时间了。不是，林秘书，喂喂，妈说话呀。这个是林秘书的领导，要不然呢？万豪集团的那个董事长呀。要不然我亲自带你去我办公室看看。是，我相信你，珠宝。得了吧，珠宝，你不要再说那些虚伪话。我最看不上的就是那些看不起人。没有珠宝，我没有，说好了，可好了。假如今天我是你的情人，这就是你的态度。珠宝，我为当年的事向你道歉。晚了，我年少轻狂，都没干什么，早犯了。那我现在只能用树苗，我卖给谁呀、啊？你想卖给谁卖给谁，我们这绝对不同意啊！不好、啊，我们老头家一旁。